我林妙妙正式脱单。想清楚啊，这手一牵上就不能随随便便的松开了。你把手放下，不然我就告诉爸妈。我是不是天下最美的女人？反正有顺子，不如是吧？继续。妹妹一旦召唤我，我就立刻响应。希望你能够原谅我，因为从一开始，这个错就是你。